等下来玩一下这个《飙酷车神二》，这是一开始要选角是不是？选个男生好了。可是这一脸华人样啊，有，他现在，他现在才有通知，超奇怪的这个。好了，不管了，直接开始吧，随便选一个人吧，人应该没有差，反正这个都会三档。这一代好像优化不错，不用设备太好都可以玩。好像听说优化不错。这你们可以趁现在免费版赶快拿来玩啊！我也还没买，我还没卡，还没刷下去，还在测试。感谢订阅，感谢订阅。哇，好帅啊！他还用那个让他跨过白边，有那种3D 的效果。哎，开始了。按下 RT 来加速 ，OK， 我是用手把玩的啦。刹车是什么？刹车是这个吗？有点慢，好，氮气是这个。Talented newcomers have a shot at taking on established stars and a chance to impress all the racing teams out here. Okay, 习惯一下。对，他现在是四碗。哎，会不会剪不太清楚？这个树可不可以撞倒？我在习惯他车子的感觉。哦，拉哎，拉不太回来。哎，他们都会。这 NPC 怎么有点聪明呢？好奇怪的感觉，说不出来的感觉。哇，他们怎么过弯可以过那么好？应该是换船。对啊，玩赛车游戏就是要用摇杆来玩啊。哇，怎么连船都有氮气？好扯，好爽哦！连船都有氮气。按住什么 ？L 下 ，L 下是哪一个啊？这个吗？不是，楼下是哪一个？楼下是摇杆往下吗？刚看阿姐说是摇杆往下，我来试试看。Your game followers by winning, of course, but that's not the only way. Do a spectacular stunt like this, and the fans will come. 对啊，今天试玩啊，大家都在玩啊，赶快趁试玩的时候赶快玩。啊，巧克力也在直播，我刚刚怎么没看到？大家都是晚上才有空。飞机怎么开啊？飞机怎么开啊？怎么控制 ？L 左右转，然后呢？来下降，唰塞！我根本不会开这个，完了。拉起来。吸啊吸啊吸！我真的不会。完了。我不开飞机，我没有用摇杆开过飞机耶。好难啊！好难啊！好难啊！好难的。变形狂飙啊！对吧？好难，天哪！哦，这感觉很不一样，差很多，跟其他游戏差很多。结束。所以他有几名的限制吗？没有吗？还是就随便玩？玩要开始了，然后我看一下能不能用那个选单。ESC， 有，赶快把音乐关掉啊！如果有 UT 的工作人员，拜托不要锁我啊！我是那个无心的啊！好，把音乐关掉。哦，这阳光 ，nice， 超赞的。路在哪里？哦，好扯！格伦，回应的英姿入去，格伦撞到他。That car's really moving. 第一代飙酷我也是拿他送的，那时候没有买。哇，糟糕！抓塞！啊，细啊，96%。哦，看聊天室。哦，不是吧，格伦！God damn it！ 至少赢了第三名，好、啊。
好吧，完成任务了，至少我们完成任务了。Hey, look, 好扯哦！ You should grab it. I'm sure it's 刚刚一个放空就撞上了，哦天哪！我不太知道要怎么一起加观众一起玩。97，最后一个弯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太扯，他太夸张了。A86最后一个弯，把你凑过去，超夸张的。这游戏怎么那么难玩到第一名啊？这个黄色的可不可以？这应该爬不上去吧？这个斜斜的，我操！哎，这可以？不是吧？哪里可能？他叫的，他叫的越来越大声哦！难道真的在这上面？冲啊冲啊！挑战极限！上不去上不去，测一点测一点。八股一下，八股大吧。好，倒车也没不行。八个新玩家，呜、哦！来来，我知道，我这样这样子往上，侧身上去，难道真的在这上面？我听他叫的越来越大声了，是不是在这上面？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安安，有人在这上面吗？安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看到一个绿色的，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个绿色的。哦，这是怎么有点像那种心跳声，一直嘟嘟叫。刚刚这边有一个绿绿的，绿绿绿绿，怎么了？医生，我觉得我病了，不要再叫了，是这个吗？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哔哔叫，一直在叫。你跟我讲不是这个。You found it. 哦。Live rewards pop up all over the place. You can always use your radar to find. 误打误撞，666666，太扯啦！我这随便乱用一通哎，没有，刚刚只要撞上去就可以了。哇，我好强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！这怎样？直接开始了，直接开战了，一言不合就开战。Amy， 我来了 ，Amy， 你哦，直接超越。哦哟！哦，这个道路，阿航长什么样子？长成肥宅的形状。好直哦，这条路好直。刚该偷偷开个单骑。我怕这种直直路，突然来个急弯之类的，有没有？不管了啊，速冲给他穿过去。穿过去，不演了。哎，尴尬了，原来截弯曲直比较慢，我错了，抱歉，不该截弯曲直的，装逼了，装逼了。哦哟。We're seeing the best from our drivers now. The moment when they're upping their game. 这关很长嘛，不急，慢慢把你们给打败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恐龙哇！哎，好难哦！哦，天哪！路好窄，开起来很。非常的难开啊，不刹车，坚决不刹车的男人，撞过去，吓他拐子，好难回到公路上。没有错啦，其他车手领先只是暂时。为什么要装逼？真的不该装逼的。What the？ 好，船就是我的强项，直接嘎过去啊！船就是我的强项，有没有？最会开船了，才怪！我完全不会开船。这里是什么？这里是什么？No！好险！怎么这个赛事的难度突然变这么难了、啊？吓死我了！
拐过去，拐过去。最喜欢开船了，船最简单了。飙起来，飙起来，用先用船，然后把这个距离拉开来。路在哪里？路在哪里？路在哪里？那个平台是要踩的吗？踩过去，就是这样。好大，这路很大，可以。啊，那是哪里？啥鬼？我操！我操！这个一个失误，他们就全部嘟上来啊！They've got just one shot at being the best. Oh my god! 就摆了一道啦，这是。哦，真的很难，这是这游戏需要一点水准啊！我刚还以为我领先超多的，是我太天真了吗？天真的小男孩错了吗？我搁浅，搁浅，搁浅。68了，最后一段应该在飞机。完了完了，飞机我最不会了。等下最不会的地方要来了。拉住，拉住，拉住，拉住。踩过去，踩死他们。是这边吗？是这边吗？啊，不管了，冲了。什么情况啊？什么情况？这里是哪里？我尴尬，尴尬，尴尬！白痴哦，这个路给不给人机会啊？哦，很不公平呢。哎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 ，Amy，Amy。哎，你怎么走这里？大哥，你怎么走这里？我也要跟你走这里。偷超捷径不起来。超捷径啊，超捷径，我也会。该不会这里又是捷径吧？不管了，顺着路走吧。顺着路线走，顺着路线走，顺着路线走。84%了。哇，还要超过我了，86%。跟着他拐，跟着他拐，他走哪里我就走哪里。88%，难道越野赛事是最后一关？没有飞机吗？这边可以走吗？不管了，冲过去了，截弯取直。好陡，好陡，好陡！公测免费玩没有错啦，95%。等下他刚刚好像。糟糕！96%。干得没？干得没？干得没？认错路。97%。拐上去。86%的极限。有吗？有吗？有了吧？有了吧？有了吧？第一名吧。Thanks for watching the second race of the live extreme series. 这是我。Follow us on social media. From New Orleans, thank you, and we'll see you next time. 第一名，第一名，是不是？